下午好，我叫林光明。我叫孙建伟。你买什么？我买木瓜，多少钱一斤？4块钱一斤。甜吗？非常甜，买一个吧。我再看看菠萝怎么卖。4块钱三斤。要一个木瓜，两个菠萝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18.5块。便宜点儿吧。一个18.8块。谢谢。